大家好，我是东一走桥的包博。日本有很多特色观光列车，这次包博就带大家体验爱媛县的伊予滩物语大周篇，以及德岛的蓝吉野川小火车。从松山车站搭乘的伊予滩物语分成两个车厢，一号车茜之章是代表夕阳的颜色，二号车黄金之章是太阳跟柑橘反射在伊予滩的颜色。包博搭乘的火车已于2021年12月底退役。2022年春天，伊予滩物语已经新增第三节车厢阳华之章，但仍保有茜之章跟黄金之章的车厢。我们这次搭乘的大周篇行程两个小时，可以边看无敌海景边享受超好吃的早餐。电车到达下滩站，也会停一下，让大家下车搭配美丽的车站看海景。德岛车站出发的蓝吉野川小火车分成室内、室外两节车厢，买一张车票可以让你有室内、室外车厢的位置。火车采用阿波兰的色调，非常可爱。跟站内的工作人员说再见后，电车开始缓缓地向前进。到了石井车站后，我们转到室外的车厢，听着工作人员讲解这条路线的风土民情，一路吹着凉爽的微风，看着室外的美景，时不时的跟热情的德岛居民打招呼。看了这个影片，有没有想要尝试看看日本的观光列车呢？我是包博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